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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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ddhi hom。啊，再跟大家讲修行的五个困难当中的最后一项，就是成就，就是成就这个成字。啊，为什么成就也是难呢？本来成就就很难，所以修行的事情呢，应该是讲是天下第一大事，也是天下第一困难的事。我常常讲啊，这个世界上有三难，第一个就是修行最困难，第二个赚钱也困难，第三个就是人事安排上也是难。那么第一个难就是修行第一难了，修行是啊，应该排起来是第一困难的事情。你要这一世成就，谁也不敢保证。以前讲的，你修行要成就成佛，要三个大阿僧啊止戒，也就是说，很无穷尽的时间，你才能够修成。但是密教讲的是要寄身成佛，你这一世就要给他修成就。那么这个不是不能成就，而是他本身还是很困难。简单的讲，你要把你身上的气啊，能够进入中脉，就很难了。但是我们有口诀啊，你要很持续的修保平气，你要把气进来到你身体里面，然后用上面的盖子往下压，下面的盖子往上提，两个盖子一扣住就是一个保平。你能够持气久的话，这个气啊自然能够进入中脉。密教的保平器就是这样子，上面的一个盖，下面那个盖，两边相扣，就成为一个保平的状态。然后让它持气持久了，它气没有地方跑，就跑进中脉，中脉才可以打开。这个气入中脉啊，就是你的业气啊，变成智慧气。就会变成智慧气。久久你练出这一股气以后呢，用这一股气来生你的浊火，生你的浊火，这个都是要实修，实际上去修，日有寸进呢、啊，日有寸进。所以我们讲修行啊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草。草一样啊，不见所长，看不到它每天在长啊。你不是说我种一个草，我明天它就长这么高，后天就长这么高，不可能的事，你看不到它在长啊。但事实上它在长。修行是这样子哦，你每天在那边枯坐，不觉得它在增长，事实上是在增长。所以这个要凭功力、啊、长远心，你要成就要时间，一定要时间。等气入中脉来应用这一股气来生着火，着火生啊，还要让明点能够降，能够开中末啊，开五轮，这个都要时间，都要磨练，都要功力的，这个很难。
要有这一股耐力相当难，所以要得这种成就也难，也是难。密教里面规定呢，你显教的基础要好，显教的理论你要有，要好，还要释迦行，就是兼顾你的道心。释迦行就是要兼顾你的道心呢，要大礼拜、大供养、四皈依、四无量心、金刚心菩萨，这样子去修到不退转，有那个恒心毅力啊，你才能够成就的。要时间，要功力，所以这个都是困难的所在。应该讲起来都是蛮难的，所以讲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难，做起来相当难。像吸气进去，这个盖子要盖下来，提气要扣住，要停，这个气要守住，要关这个中脉，气慢慢的融进中脉里面。等到持气时间到了，还要内散，这个气要散掉。怎么散？要散到心轮，要散到全身的毛细孔，还要冲顶，最后一口气冲顶，然后再吐气。很多的妙诀的，很多的妙微妙的所在的，你要感觉到这一股气存在的，这要修多久？有外华，又要修本尊，又要修内法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不直接成佛呢？修成佛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修这一股气呀？为什么要修出大乐啊？然后又要修出这个净光啊，又要到无念呢，最后才成佛，为什么要呢？这是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啊，你没有这个阶梯直接成佛可以吗？好像我们盖这个房子，密教讲次第，就是说盖房子我们一定先盖第一层，没有说我们先要盖30层的大楼，先盖第30层，因为我们根基不够，根气呀、啊，你根气够了，你一下子也不能盖第30层，也不可能盖第30层了、啊，一定是一个次第来的，从地基先开始打，释迦行就是地基呀、啊，你没有耐力。没有忍辱的力量，那些困难你都过不了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所以成就也是难呢、啊，成就是很困难的。现在的人呢、啊，有些讲说我有阴阳眼，我阴阳眼就可以的。你阴阳眼做什么啊？阴阳眼你看阴看阳，你不过比人家多出一个看阴。到最后你会变成阴，因为你没有修行吗？这个是要修行的，不是说你有阴阳眼就一定成佛的啦。天生阴阳眼就可以成佛吗？不行的，一定这种功夫一层一层来的。你有特殊的异禀，你可以有成就，你根气好，当然了，你根气好，但是还是要实修。释迦牟尼佛根气最好了，他还是要6、7年的功夫才开悟啊。好，我们来讲起来，我们也要10几年的功夫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成就难，就是难在这里啊。你要修出大乐，要修出净光，要进入无念的无色界天，最后呢，你有一点觉悟，你才能够成就啊！这个解，最后这个解，解悟这个解，在空里面还有解的，还有解悟这个解的，所以相当困难啊！大家去体会，
Om Mani Padme Hum。